农业消息，天气不稳定，又搁翕热，造成新港葱头生长的状况无好，是不是是来得到这菌瘤？喷药啊嘛无啥效果，农民就真烦恼哦，过来收成一定会大受影响。天气不稳定，而且偏热，对葱头的生长真不利。新港农民发现，因为天气热，种落去的仔仔拢袂大旱，到了中昼地休气，后续的收成真无乐观。差三礼拜哦，差三礼拜咧。所以你的果也袂歹吼。无，咱你即来看用你啦，一到来吼就走去遐啦。是哦。抽去啊，伤热。伤热。嘿啊，啊肥就丢弃啊。嗯。那药嘛贵啊，啊原本是市政府啦。近加较热吼。有较热一寡。有较热一寡。有较。啊，若热对咱葱头的生长敢好？生长收无。收无哦。嘿啊，别日啦吼，这开始要收几档。大袂起来啦，上热关系，失收啦。万种的葱头因为天气热，唔呐发袂起来，甚至叶啊拢呈现大黄情况。详细看才发现得到根瘤病，葱啊内面早就已经被根瘤线虫夹起，或者是生卵。天气热，啊，佮土地嘛有差，即或者滚糖，迄个即滚糖啊。伊这算哦，这滚糖吼，滚瘤啦，伊这甲挖起来吼，迄滚啊一粒一粒结瘤啦，这要顾本钱才顾起来。这样开20000咧，你看这区开20000多呢。今年万种葱头拄到天气较热，生长情况明显比早前的葱头搁较歹，嘛增加染病风险。农民拢烦恼，天气若继续热落去，就更加歹照顾管理，后续一定会严重影响收成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，新港采访报道。